天王又来了。哎 ，How are you, my friend？ 我跟你说什么啊？我首先说一个笑话给你们听。最近呢，我收到一个简讯，他告诉我呢，你灭臭虫，你有种杀生呢，不可以了。我后来想一下，哇，如果你说我杀生，我不能找各种臭虫。我问你们呢、啊？臭虫会吸我们的血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感觉到，没办法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如果我们不消灭臭虫，臭虫吸我们的血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我们这块饼吸血僵尸，为什么？吸了啦，吸血鬼了，变成你跟你走吸血鬼啊，王希给臭虫咬你好了。你自己算了，我没有办法帮你们算了。如果你们感觉杀生的，你就给虫虫咬你了，吸你们的血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过入正题了。事实上，我为那个烦恼很久了。你看那个手是什么？辣椒哈。当我每一次点辣椒的时候，我说为什么的味道会出来呢？会找出的味道找出来了。根本每一次都系咁渐渐渐，我又想雪人渣拿一个钟砒霜，当呢个就是一个东西，放啲辣椒在呢个钟里面，咁钟钟钟钟很吵，还有一点点一两条要洗，很麻烦。所以我很简单，用这个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拿一条辣椒，什么杂质都可以，你家里有的拿出来用。这个是夹那种盘子的，它完全夹住的，等我就怎么夹，有声音的，对不对、啊、因为令到它整个辣椒的味道完全挥发出来，所以变成一点点辣椒就够，又不需要拿个钟来钟钟钟钟吵死人了。还有呢，夹了啦，断了 OK。 然后我要怎么做呢？咁啊，剪它了，哇，什么辣椒的味道都走出来了。本来你想弄三条的，你现在弄一条就够了。你看那个是好方法吗？为什么两种都拿来呢？看你家里有什么都拿什么来用。我最喜欢一条给你们看好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也是夹那种东西出来的，夹住那种野盆子烘盆子就出来。那我们呢，有声音的，你看，那个比较很紧，所以变成有声音的。这个整条辣椒扁扁了，用握子剪出来，夹出来了。咁么然后啊，然后咁么剪它 ，OK， 哇，也不用重重重吵住人家，就变成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看到那辣椒的味道完全出来。又可以省很多辣椒，还有知道它的味道，哇，一级棒了哈 ！OK， 谢谢你啊，拜拜。